同学们，你们的毕业考试就是一场实战，去大夫的农场里吃掉他的脑子。这不是去送死吗？玩家们会操纵植物打败我们的，到时候我们可就真的玩完了。进攻大夫的农场确实很危险，但是你们要相信自己这一年的时间的学习成果。加油吧，同学们，我为你们大叫啊！我觉得第二关咱俩可能要冲在最前面了。希望玩家是个小白吧，不然的话咱们肯定要 GG 了。要不咱们逃跑吧，你回去继承你的家业，我回去过我的小日子。难道你让我回去继承我老爸那300多亿的财产，然后当个帅气的霸道总裁？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？我必须要把生命献给战场，为了种族而战。我也想过这种没有意义的人生啊。毕业考试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顾问哦。